哎，等等，王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孩子工作忙，这一年也回不来个一次两次了，我这饭都吃不上了。哎，快走吧。没事，咱楼上楼下的都是邻居，我以后做饭的时候多做一份，给你送过去了。他走不走了？哎，你不知道我跟他不对付吗？还给他做饭，想气死我啊！怎么了这是？我就是看他可怜。有什么可怜的？再说了，你给他做饭，谁给我做饭啊？不许去！哎呀妈，你看你妈一点道理也不讲。哎，娜娜，谢谢你，这鸡汤真好喝。没事，王姨，咱都上下楼住着，以后做饭呀，我就多做一份给你送上来。你人心真好，等我儿子回来了，一定上门感谢你哈。哎呀，不用，来，王爷吃饭。你怎么现在洗头啊？我这刚做完饭，头油的一缕一缕的，怪难受的。哎，你这买的真不错，再给我买一个呗。买了有什么用啊？天天跟人家做饭，不油才怪呢。妈，都邻里邻居的帮我咋了？你帮谁不行，非帮他？你诚心跟我作对是吧？啊，谁跟你过不去？那远亲不如近邻，那他要帮忙的话，那都是邻居来帮忙的。你要亲的话，他都过不来。来，阿姨，今天怎么没鸡汤呀？我今天加班太晚了，没来得及。行吧，你下次记得提前一天熬。嗯，好。哎呦，回来了，那。给你买的 Kono 黑标小 K 瓶，这有那么好用吗？回购那么多次。当然了，这和那些洗完很快又油的洗发水可不一样，这个不仅洗得干净，还能双接控油呢。我之前头又油油它，用它洗完不仅清爽蓬松，还能顶上好几天呢。而且啊，泡沫超绵密，很舒服的。它还升级了护翅离子蓬松技术 2.0， 发丝之间可以相互排斥，洗完就能有蓬松的高颅顶啦。这味道还挺好闻的，是吧？这个叫暮色雨静，就像是雨后一片晚香玉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气，特别显气质。喂，王姨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这咋了？一瘸一拐的啊？他刚刚不小心扭着了。呀，都在家呀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给我送饭呢？我刚才脚扭着了，做饭不太方便。扭个脚就不能做饭了？你怎么这么矫情？是不是找理由偷懒？不是，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帮你是勤奋，不帮你是本分。要不你一开始就别说给我做饭啊，送到半路撂挑子不干了，活该你扭了脚。哟，你和我家啥关系啊？白痴上瘾是吧？你还真以为这是应该的？真是对人不能太好，喂狗不能太饱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我家那里还有两个瓶子，你拿去吧。你这尊大佛我们养不了。你说什么？哟，还不走？不走我报警了啊！私闯民宅，懂不懂法啊你？切！关门啊，记得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救急不救穷这个道理你懂不懂？你要给他做多少饭？你要养他一辈子？下次再帮别人的时候要记住，生米恩，斗米仇，帮难不帮懒。救急不救穷。对。